上升强起，国中精英篮球体能训练营正式引爆。知名运动品牌公司以职业运动员规格引进国外运动中心的科学化体能测验及设备，帮助每一位参与的国中篮球选手认识自我体能潜质，透过扎实的体能训练，增强身体灵活性与稳定性，厚实打球力道。球员们聚精会神，跟紧训练步调。当中，身为 JHBL 重点球员阿美族的陈恩，以及号称闪电侠的泰雅族当家控卫宋瑞珍，都表示收获良多，并且会把这次经验带回母校，增强团队训练，迎接十月底即将登场的 JHBL 国中甲级篮球联赛资格赛。学到很多东西，那些体能的。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现在都学会了，就把它融入在球队里面，让大家一起训练。希望今年可以突破，所以打到一二，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进，就是不能退后。虽然此次训练营只有短短一天，但是主办方期待透过灌输正确的训练观念及方法，持续扎根基层篮球，培育出更多新生代的篮球明星。原视新闻记者麦徐嘉荣台北市采访报道。